各位特战士兵们，这里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武器指南。本节目会全方位的讲解现代战争多人对战模式中各类枪械的详细性能和具体的数据，同时提供配装建议。那么接下来介绍本期视频的主角，基洛141突击步枪。基洛141突击步枪在玩家达到四级解锁自定义装备配置时即可开放使用，其原型为德国 HK433 突击步枪。这款新型模组化突击步枪由黑克勒科赫公司于2017年推出，参与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新型制式步枪招标。 HK433 采用了短行程活塞导器，保留了很多 G36 步枪的设计痕迹，对于习惯使用后者的德国士兵来说，降低了 HK433 的上手成本。在现代战争2019的世界观中，对 HK433 步枪进行了部分细节上的调整后，更名为基洛141突击步枪，用来纪念原现代战争三部曲中的141特遣队。通过机甲上的铭文判断，制造基洛141的厂商更改为了虚构的瑞士军工企业兴加德。同时根据普莱斯上尉在2009年进行的除尘敌构任务中带领的 SAS 队员就开始装备了基洛141步枪，可见本作世界观也对这款步枪的服役时间进行了调整。现在正式介绍一下基洛141在本作中的性能表现。在伤害方面，基洛141具有三段阶梯式的伤害衰减，在 31.5 米以内命中躯干伤害为 28， 命中头部则为 42，在 31.5 米至55米之间命中躯干伤害为 23 点，命中头部为 34 点，超出55米则恒定保持18点躯干伤害以及27点头部伤害。这三段射程对应的毙敌命中数分别为4-5-6发，若全数命中头部的话会降低至3-4发，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命中头部的伤害倍率是其他部位的 1.5 倍。基洛141具有突击步枪标准的中等穿透性能，和其他同样使用 5.56 弹药的武器保持基本相同的穿透表现。总体来看，基洛141属于一款低威力突击步枪的定位，结合其相对不错的射程衰减距离，在绝大多数的对战环境中都能够保持比较一致的输出效果。和相同定位的 MCA1 相比较，基洛141在5发毙敌射程上具有5米左右的优势，以填补其射速方面的不足。基洛141共有三个枪管配件，其中 16.6 英寸和 19.8 英寸兴加德系列枪管能够分别提升 25% 和 40% 的有效射程，即便会对机动性造成影响，但是对子弹速度、后坐力以及射程方面的加强可以有效提升141在中远距离上的使用效果。而兴加德低于者枪管带来的射程增益并不明显，但是自带的相应效果节约了一个配件槽位，可以用来安装其他配件。膛口装置方面，轻型消音器会降低 28% 的射程来换取消音效果，和其相比，一体式消音器在保留消音功能的同时还可以增强 10% 的射程，显然更具有使用价值。在输出方面，基洛141具有中等水平的750发每分钟射速，参考系列往年作品是 M27、SC2010 等同等定位武器的标准配置，但在本作小威力突击步枪中处在偏慢的位置。基洛141自带快慢机功能，可随时在全自动和半自动模式之间自由切换。结合其射速和射程表现，基洛141命中躯干时最短可以做到240毫秒的毙敌速度，最远距离6发毙敌时则至少需要400毫秒的毙敌时间。如果能够将爆头命中数提高到2发的情况下，可有效将毙敌时间进一步压缩80毫秒。综合来看，就输出效率方面，基洛141处在中规中矩的位置，没有明显短板的射程区间，具有很强的泛用性，但是依旧缺乏一定的爆发力，在其他武器专长的距离内只能通过提高命中率来拉平输出理论数值上的不足。在续航方面，基洛141突击步枪使用标准的北约 5.56 毫米步枪弹，可以和其他同口径步枪和机枪共享弹药。在本作的环境中， 5.56 作为主流弹种也可以很方便的从战场上进行补给。基洛141的默认弹匣容量为30发，可携带两个后备弹匣，如果不满足标准状态下的续航能力，则可以为其额外安装50发或60发的加长弹匣，以及基洛141独占的 C-MAG 型100发容量弹鼓，不过只会提供一个后备弹鼓。在现代战争2019中进行中途战术换弹动作时，武器的装弹时间机制变更为在范围内随机浮动。经过多次测试计算，基洛141的中途换弹平均时间为 1.33 秒，
若在架枪姿势下，则需要经历完整的换弹动作，平均耗时 2.43 秒。在打空子弹情况下，进行空舱换弹则固定为 1.45 秒，加上完整拉栓动作，合计 2.65 秒。基洛141具有一款标准突击步枪应有的续航能力，换弹操作比较流畅。特别指出其独占配件100发弹鼓，让基洛141成为续航时间最长的突击步枪。虽然会以机动力为代价，但是可以将基洛141提升至接近轻机枪的状态。在使用弹鼓时，换弹时间会提升到 1.8 秒中途、2.8 秒完整、3.48 秒空舱换弹的时间，但比起其他轻机枪依旧具有更为明显的换弹速度优势。这在地面战争或者是20人地图上为基洛141带来了更为持久的火力压制时间。基洛141颤孔式机械瞄具的瞄准极限较高，视野开阔，中近距离上使用均可提供舒适的瞄准手感。因为持枪姿势的原因，护目上手套的建模会稍稍影响一些视线，但是无伤大雅。基洛141的后坐力整体方向趋近于左上，跳动幅度较小且弹道十分紧密，这给基洛141带来了非常可靠的精度表现，让其成为目前版本中综合后坐力最小的突击步枪。在操控速度方面，基洛141的举枪瞄准速度为中等水平的250毫秒，退出奔跑时间为300毫秒，退出战术冲刺时间则为400毫秒。而在移动力方面，其默认移动速度为步枪标准的 92.5%， 瞄准时移动速度为 47%， 腰射散步在站立时为 2.5 度，移动时为 5.5 度，连续射击时则在7度左右浮动。总而言之，就操控性方面而言，基洛141具有一款小威力突击步枪应有的表现，一流的后坐力手感以及较小的上手门槛，具备一定的远距离交火性能。同时中等的操控速度在近距离瞬间接敌时存在着少许的劣势，但是依旧不影响可以适当冲锋结合预瞄卡点为主的使用战术。在目前的版本中，洛基141只存在一款武器蓝图，当玩家完成渗透者一系列七个任务后，即可获得蓝图黑色联盟。该变种自带星加德地狱者枪管、 FSS 近战枪托、磨砂握把胶带以及灵巧快手四个预设配件。这款变种出自于剧情除尘敌沟任务中 SAS 队员手中的同款皮肤。外观方面的改动体现在机甲上添加了英国的国旗，以及为了体现特种作战特点而在弹匣和握把上点缀的胶带细节。这款变种对应的挑战任务，除了完成14处决必要看运气以外，其他六项均属于积累型挑战，整体完成的难度较低。作为一款潜入型配置，比较推荐玩家解锁黑色联盟。除了任务难度较低以外，这个蓝图自带的 FSS 近战枪托以及地狱者枪管均为50级以上才可以解锁的高级配件，在 6v6 的地图上可以发挥出不错的潜入效果。作为普莱斯上位的配枪，也更可能受到 SAS 爱好者的欢迎。综上所述，基洛141作为本作入门级突击步枪具有非常称职的表现，均衡的性能和灵活的适用性相结合，让这款突击步枪可以活跃在本作的任何一个战场上。非常亲民的后坐力表现让其成为了新兵上手的绝佳搭档。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基洛141非常类似于前作中 ACR 步枪的定位，精确、稳定、均衡。同时弹药续航方面的改装潜力丰富了这款武器的自身定位。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均衡的性能的反面就是缺乏一技之长。作为低威力突击步枪，爆发力的不足导致其缺乏专长的射程，尤其在近距离接触冲锋枪和霰弹枪时，若未能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则极容易落入被动的局面。在中等距离上，精确射手步枪也是另外一个威胁，多数情况下还是应该利用先类配件的协助下占据优势地形后，在先手状态下攻击，往往才能够有所建树。在亲民的上手门槛背后，基洛141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定的性能天花板。基洛141的最高武器等级为69级，拥有繁多的配件改装多样性。鉴于这款步枪综合性较强的体质，玩家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进行搭配。喜欢冲锋流的话，近战枪托、握把等提高机动性的配件装起来，也可以达到接近冲锋枪的效果。而喜欢重火力压制的话，自然是100发弹鼓以及其他提高抬枪速度的配件。因为基洛141的后坐力是其主要的卖点，我不太建议装备增强后坐力强度和控制的配件。通过架枪工作，基本可以保证在任何距离上后坐力稳定的需求。作为一个设定党，我个人习惯的配置为通过一体式消音器结合星加德 19.8 寸徘徊者枪管，将这款步枪的有效射程提升 50%， 这样基本可以在绝大多数的交火范围内都处于4到5发毙敌的区间。
另外这个造型也还原了 HK433 步枪在现实中的标准枪管长度，另外在瞄具方面完全可以自行发挥，而我依旧按照 HK 公司在 HK433 步枪宣传中经常亮相的 AOTAC 全息瞄具，在游戏中的名称为科普全息战斗瞄具，如果在接敌距离相对较近的小面积地图上，我也会更换增加举枪行走速度的伏击泰克超轻枪托。特长方面则选择全副武装，直接以最大弹药量开局，这样在战术特长以及战场升级方面就拥有更为灵活的其他选择。这个配置主要发挥了基洛141稳定的后坐力，在辅以射程方面的提升，同时利用消音性能回避被敌人先行卡点的几率，相对而言保证了这款步枪在各个场景下的泛用性。 OK， 以上就是本期使命召唤现代战争武器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提到的相关数据基于2019年11月30日的版本进行实际测试，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中进行分享，相关内容也会在近期搬运至使命召唤灰机百科。那么各位士兵，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下期再会。